毛这样子折起来行啊。用手啊这样子把它给弄住啊，拉住，把它毛拉紧，手放着这样子，这样子不烫，一斤就封住了啊。这个毛也拉得住，泡起来。对平的时候，先这样子用手把它给折一下，这样子吧。烫住了，折一下，多烫几次。基本上已经算蛮平整了。侧边泡边还挺松的，把整个面放上去烫一下。就算很平整了。再把这个面烫上去。这样看起来就非常平整。